温柔的打扮。Hello， 各位 L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奕晨。因为水分是肌肤最重要最重要的成分，所以对我来说做好保湿就是最重要的。一洗完脸十秒内上化妆水，然后精华液就赶快上来。最喜欢就是把好的精华液，也就是这瓶山茶花保湿精华赶快敷上去，后面的步骤就可以慢慢来。最需要的当然就是最常备的，所以一定是保湿精华咯。不管是去外地还是待在家里，上山上天下海，全部都是要带着保湿精华。保养就很像是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的关系一样，你是需要储蓄的，每天投资一点投资一点，它就会滋养你。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持之以恒，养成习惯之后，它就会让你非常的闪耀光芒。